叔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怎么可以用如此恶毒的手段对待孩子？跟我走吧。妈，猎头根本不是主谋。啊？是谁呀？快说啊！就是羊驼校长。啊！不可能，不是我。其实咬伤洛奇的狗就是你的狗。不可能，山羊和洛奇说的话都可以证明，不是我家的狗。不对，就是你的狗。啊！我们去见校长的小狗的时候，我采集了狗毛，经过细致的检测，我们发现这个狗毛曾被染过色。这个怎么能发现？毛发被染或者漂洗过以后，都会有化学有害物质残留在头发上。那能说明什么？说明咬伤洛奇的狗就是你乔装染色的狗。有什么证据？的确，单从染色无法证明你是凶手，但是洛奇被狗咬伤却中了蛇毒。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上次我看狗的时候，你的小狗的牙为什么是断的？断的。我们去见校长的小狗的时候，我当时采集了小狗断牙的 DNA， 经过检测发现里面有蛇毒残留。啊！羊驼，这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我总感觉哪还有些问题啊。